大哥，你家乡有什么金鸭吗？要不要拿去来卖啦？嘿，不好啦，不好啦，怪兽唱起歌来，地球搞破坏啦！两个人，两个人，大家快点跑啊！但是跑得动火山黄土喵，那个大个城市难道说不要都要了吗？看那些高楼大厦，都是人们上班居住的地方，都能够找两个怪兽称王打劫，组队收割吗？没办法，奥特曼回家过年去了。所以说那些怪兽才敢来搞破坏，但是傲慢不只是 M78 星云才有，地球一样有，比如那位肌肉猛女，戴个墨镜儿黑死你。那个人叫金佛的嘛，金佛金佛，全场欢呼，女人哀嚎，怪兽痛哭。不，你没有看错，那个都是人形奥特曼。只见他披风一甩，要纵横四海，定制一连要打掉对面的怪兽，去隔壁请黑人来抬棺材。一打二毫无压力，他的动作快点黑死你，一招一摔毁天灭地，一打二完全无压力。突然他捏紧了他的钉子，这出了出来的力气，成功把那两个怪兽的闪现逼了出来，都是那个强悍，都是那个伟大。那里两个怪兽走哪里去了？哦，搞了半天都回家拿装备去了。他们以为功夫再高都怕踩到，更何况他们还是拿的高科技武器。在经过了一番狂轰乱炸之后，他们成功把金发的满人猫活了。只见他小手一挥，对面又叫闪现了。大哥，你们是二打一，不是一打二，你们怕啥得怕？那个闪现叫起来不要钱的吗？唉。说多了都是眼睛水，那两个怪兽以为他们跑脱了，但是他们两个可能跑得脱那个奥特曼的火眼金睛呢。只见金发奥特曼的眼睛红光一闪，那两个引起神的怪兽都发现了。这点你没有看出那个都是高科技的力量，大人时代变了。只见他旋转跳跃闭着眼，成功的用降龙十八掌送那两个怪兽去了阎罗王那里报道。哎，你那两个怪兽少皮哦，二打一都打不赢，真的是装关子丢了怪兽的脸哦。哎，不愧是你，进服进服，全场欢呼。